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市民卡的优惠活动嘛，其实市民卡刚有提到跟百货公司来合作，而且百货公司来合作也推出很多的加码优惠方案，到底有哪些好康优惠呢？现在我们就要连线给我们的收购中立店的店长赖比昌店长。Hello， 店长，店长你好。好，主持人好。是，店长可以跟观众朋友要先自我介绍。是，北桃园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立收购百货公司的店长赖碧昌。是，店长，我们桃园市民卡今年迈入第六周年了嘛，那今年这次为了还市府这边也扩大了一些好康回馈嘛，那我们在你们百货公司这边有推出什么样市民卡好康的活动吗？有，那其实中立收购秉持的在地经营的一个原则，其实我们结合了市府的这次六周年的活动，我们特别在11月16号左右我们会安排一个所谓的市民卡的消费来店里，市民卡有只要持1000块的发票，我们就可以换给他100块的购物金。哦，所以就是只要第一次，然后将将回馈将近30万元的一个抵用券。哇，这么多，所以只要就是持市民卡来消费就有回馈金嘛，对不对？是，而且市民卡有除了可以回馈到这个购物金以外，我们他还可以参加一个将近4万元的家电或收购礼券的一个抽奖活动，所以市民卡友只要持市民卡来到收购消费，其实他的好康是非常多的。是，那家电有什么家电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家电它是一个总价4万元的一个额度的一个扣打，让市民朋友在这个范围里面去选购他想要的东西。哦，所以就是自己选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对了。哇，按摩椅，对。哦，所以你想要什么只要去消费就有机会，就是拿到这4万块来选购你的想要的家电。是，那另外我们现在就是中央这边推这五倍券嘛，那我们这边有做什么样的回馈或是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吗？针对五倍券的部分。 OK， 那收购部分我们针对政府的振兴五倍子券，我们提出了一个 10% 回馈的一个超优惠的方案。是，对，整个市民只要持应该是全台湾的客人只要来到桃园，到中立收购，只要他用振兴子券消费满2500块，我们就再回馈他250块，等于再 10% 的回馈。那如果是餐饮部分的话，是1000块就回馈100块，也是 10%。所以其实是整个振兴券在桃园地区在中立收购，其实他可以拿到非常多的一个优惠方案。是。那店长，在这个振兴五倍券的部分的话，你没有预计说这一波会为我们就是百货的业绩提高到多少？是，我们粗略估算一下哈，那今年因为是五倍子券嘛，是，所以我们整个业绩的拉抬至少会在 15% 以上。哦，所以会到 15% 这么多。是，就是疫情后终于看到一线业绩的曙光，对不对？是，因为整个气氛或者是安全的控管都做得不错嘛。那我们中立店其实在一些防疫的措施也做得非常扎实，所以其实客人消费者对我们是有蛮大的信任度，那我们一直都秉持这个原则在安排所有的一些防疫措施。是，那店长，其实我们这样五倍券推出也好，然后也结合了市民卡活动，刚好又碰到就是你们的周年庆，对不对？那 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周年庆。是，那这边利用这个机会跟桃园市民介绍一下中立收购今年的周年庆。那我们的时间是在11月10号到11月21号，总共会进行12天。今年我们的诉求就是桃园最强周年庆，所以邀请所有桃园市民一定要来到收购中立店。那我们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商品不管是商品也好或促销也好，都是桃园最强的一个规划。在我举例来说，像促销的部分，我们除了有满千送百的活动以外，今年针对我们的会员收购 APP 的会员，我们有一个3000送300，同时满6万再加送1000，所以市民朋友在我这边其实可以拿到非常多的回馈，又可以买到自己喜爱的商品，所以是物超所值的一个周年庆。是，你讲说最强最强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桃园最强还有哪些吸引的地方？ OK， 那桃园最强，那第一个当然促销最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商品力最强。我们这两年来大概说过，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把整栋楼的商品做了一些结构的调整，目前在桃园地区我们应该拥有最完整的商品群，不管是食衣住行各方面的品牌都是目前桃园最浓最齐全的一个百货公司。所以其实桃园的朋友现在其实应该可以不用常常跑台北了，我们这里什么都买得到的。
对，所以我可以讲一下有哪些品牌就是目前是最夯的，就是其实它的业绩是不错的，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女性朋友最喜欢的化妆品啊，香奈化妆品啊，那还有就是现在香水一定要的 Jo Malone 的香水一定要有， Armani 的口红一定要有啊，这个都是在桃园地区我们都是独家的品牌，就是独家，都是独家淘，只要想要这些就是不用跑到台北去，我们来到桃园中立就买得到嘛，对不对？那除了这些，因为现在天气也变冷了嘛，对不对？那是在寒冷的这个产品上面，然后百货这边有做哪一些促销跟推荐的呢？那刚好目前天气也慢慢转冷了，那今年我们在很多御寒的商品、防寒的商品的安排上也做了很多的规划。是，那首先这样我背后身后有这个 Dux 的这个女性的一个那个羽绒外套，其实就是独家，它就是刚好符合这一波寒流来，基本上可以做到比较保暖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诉求。是，那再来就是桃园的，因为整个在桃园地区从事登山啊或是踏青的朋友非常多那这个时间点天气冷，但还是需要运动，所以手上或身上要准备一件羽绒外套是必然的我们独家的牌子长毛象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羽绒外套。就是在一般在一些户外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可以买这个商品，那基本上它可以做到保暖，又可以做到健身的一个功能，基本上它就一个很实惠的一个安排。那当然因为天气一转冷尤其桃园地区比较湿冷，我们在家电卖场也有一些准备的非常种类非常齐全的除湿机，那还有电暖器那这些都是可以让整个桃园市民在这一波寒冬进来的时间点可以把整个生活品质顾得很好那又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这个部分大概是今年我们在中正很多加强规划的一个品项。所以那店长，像这些我们这些产品，这么多产品，它也是可以结合我们的现在政府推出的像五倍券啊这些优惠嘛？没有问题，都可以使用。所以都可以使用，都可以使用，而且用振兴券，我刚才提到我们会再回馈它10%，所以是非常划算。所以这很划算，对不对？那其实很多我们消费者去百货买东西，不外乎就是还看上了就是百货的一些可能来电礼呀、还礼品啊、赠品啊。那有今年是推，下次推出什么样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好的，那收购的来电礼呢，在每年都是让客人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惊艳。好，那我们今年请到了有将近70岁的一个哆啦 A 梦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哆啦 A 梦那跟他做一些联名的一些商品我们总共推出了大概8款的一些来电礼客人每天来到收购，你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兑换，不管是拉杆的行李箱或是非常具有疗愈性果的那个疗愈性状况那个圆桌折叠小圆桌疗愈灯，或者是毯子，或者是收纳篮，其实每个项目都是非常客人喜欢的品项，那只要这个东西都是桃园中立收购独家的品项所以哆啦 A 梦今年是一个跟搜狗做了很大的结合，那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开发这些，这个基本上你在桃园所有的卖场绝对没有办法，是绝对没办法换到，也没办法参加这个只有中立搜狗独家的一个提案。那店长它是有限量吗？基本上一窝蜂就过去抢要没有，我们基本上品项都没有限量都是换到如果食品兑换完我们就会换补领券，所以客人只要来有消费基本上他都拿得到 ，OK， 所以大家听到了对客人的一个承诺跟一个提供的服务，是，所以大家听到了不怕拿不到，就是只要你去消费就有机会，就是可以拿到我们，不是有机会，是一定可以拿到我们的来电礼。如果现场拿不到，还可以有补领券，对不对？对，那如果电脑像我们像冬天到了，在电器的部分，我相信大家都很需要，尤其今年好像。感觉好像冷的比较快一点点，是电暖器呀、像这类的产品是相信消费，就是消费力也非常惊人啦。那店长这边有做怎样的推荐，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购买是最划算的？好，那因为一到冬季，尤其今年确实冷的速度比较快，对，所以电暖器，接下来电暖器、除湿机，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羽绒被，这些都是目前。客人在周年庆前已经在店里面开始询问度非常高的一个品项。那电暖器当然分很多种，有叶片式的，也有煤油炉。那我们这边基本上有大概有将近100种的电暖器可以让客人来挑选。基本上他只要进到搜狗，各种价位、各种品项。那搭配我们全馆的满千送百，再加上我们楼面还有一些加码的赠送，其实它的回馈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们只能说，如果之前已经买了，真是早买早后悔，来收购买最划算。
哦，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赶快趁这一波周年庆，我们十号周年庆，我们就到搜狗来消费，来买这些产品是最划算，而且搭配你们的活动嘛，对吧？还有好礼可以赠送。那除了店长，除了就是这些商品比较夯啊，是不是还有其他部分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他商品？ Okay. 那进入到冬季或者是秋冬的季节，其实服装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我们今年非常强调的一个品项。好，今年在女性的服装或者是男生的一些高尔夫用品、高尔夫服饰，其实我们都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个特价的组合。好，那其实客人在这里真的就可以买到实穿，又穿起来又美丽又保暖，各方面的一些功能需求都有兼顾的一些选择。好，所以像服装类的东西，今年也是个采买的重点，因为天气冷。哦，那其实你必须要做一些衣服的更换，哦，尤其有小朋友的衣服，我们也准备的非常多，哦，那这样部分其实就会让整个家长在搜狗这边，哦，我刚才提到搜狗就是目前桃园商品力最齐全的一个百货公司，是，所以全家大小只要进入到搜狗中立店，你就可以一次购足全家大小的所有商品，你不用再东奔西跑了，而且我们的回馈真的就是最多也最好，所以你也不用到别的地方去，保证让你买得好买得快。然后又回馈最多，又可以换很多赠品。是，那除了衣服啊、电器啊，其实还最重要的，你们那边的美食的业绩也是下降，对不对？对。那针对这部分有做什么样的促销优惠吗？周年庆的部分？那美食的部分很简单，第一个刚好提到振兴券就是第一个促销。好，我们振兴纸券来1000块，我们再送他100块的一个抵用券。好，那我们楼面里有一个 APP 会员有个3000送300的活动。哦，其中有一个200块的是餐厅的抵用券，马上就可以使用的抵用券，所以我们在回馈上面餐饮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当然另外就是中立搜狗，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非常努力，哦，那在今年的周年庆前，我们已经也安排了2家新的餐厅来到桃园市，首先就是在4楼新增加一个12月的粥品，哦，来自于台中的桃园第一家店。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8楼有一个来自东京的一个豆腐锅，叫东京纯豆腐。好，这两摆在今年的周年庆也会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会让桃园的客人有新的选择，啊，新的美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一个体验。是，因为刚好就是豆腐锅跟那个粥品，冬天冷了就可以吃得暖乎乎嘛，对不对？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想要吃美食、买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要特别的品牌，也不用真的大老远跑到那边，跑到台北啊，跑到国外，其实就是来到我们桃园就有这么多可以选择，尤其中立搜狗店这边嘛，对不对？今天非常谢谢店长跟我们介绍这么多。不过店长今天有答应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只要去消费，来店里是一定会有的哦，一定换得到。好的，换不到记得找店长。OK， 好，谢谢店长。欢迎大家一起来中立搜狗。是。OK， 11月10号到11月21号，不要忘了哦。OK， 好，谢谢店长，谢谢店长，店长，拜拜。